今天从评论区抽一位粉丝来看看他的人生轨迹。首先，整体来看，手掌红润饱满，这不仅象征着他身体健康、精力充沛，还显示出他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社交能量。这样的人往往在人际交往中能赢得更多的好评和信任。中指与无名指之间分得比较开，且两指交直，代表夫妻双方都很能干，但夫妻间关系较为紧张，甚至有分居的情况。结合感情线多分叉，预示着他在感情经历中会遇到不少坎坷，爱情生活容易破裂。同时，和异性的关系较为复杂，需要他更加谨慎地处理感情问题。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生命线、智慧线和感情线形成了一个川字格局，但是三条主线都是锁链状，掌纹也有些杂乱，说明他从小独立惯了，所以个性比较叛逆，总是和父母对着干，而且一般不会太听父母的话，也常会因为过于自信导致自傲，不过做事很积极，勇于承担责任。在事业上，他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断获取财富，但同时也承担了巨大的生活和精神压力。在感情上尤为不顺，主要源于他的性格，或许晚婚能让他在更加成熟的状态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。解读手中秘密，记录人生轨迹，欢迎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